教部队这次参加远东区少年棒球赛，三场比赛都打得相当艰苦。第一场险胜关岛队，第二场打了9局才以8-6击败了菲律宾队，第三场被中华民国的巨人队以5-0击败。他们今天离开台北的时候，跟中华民国的小朋友们一一握别，他们都怀着依依的心情。这次他们增加了很多比赛的经验。